猫砂便盆还放在这里，金吉姆直冲便盆，两个字，假晒。收纳，你最重要的收纳这边都有做到了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摆个麻将桌，烫衣服。大哥，你看看，收纳比较内部改造吗？要改造吗？可以吗？困口了，这睡裤是不是？这个是它，哎、欸，它是个套装，它上面还有一件，但我一直找不到上面那一件。啊，那这个，哦，这个好是，如果有男生来我家的时候，我就会穿来勾引他们的。这里会破一个洞，没有用啊，二手拍掉啊。有啦，这个也是新的啦，这个还可以啦。这新的，这都已经这样子了，还是昨天吃东西沾到了。再拿去洗，再拿去洗。这不要了啦，太多不要了吧？这怎么穿呢、啊？你那么多新的都还没穿，这种都真底裤啊！你太无理了！哎、欸，找到刚刚那一件的上面啊，找到！哎呀，真的是谢谢思佳姐，哎、他们是一套的啦，帮我找衣服哎、欸，真的很贴心。之后除了我之外，收纳大师 AKA 内湖整理王侯整理，大家好，告诉我一下，这种案例、这种 case 在你的经验值里面一到十分，这种 care 人给几分？这个六分了，六分了，已经超乎一般的标准。对，因为没有什么桌面，餐桌已经不是原本的功能，我们就要回复它的功能，对不对？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，都去想说算了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还会一直在买。对，因为找不到，没错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的家人或你本人也有这种镜头的话，我们第一步该怎么做？分类。Hey, 对，就这个。我觉得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先把一些吃的用的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那种有没有吃保健品的，我们都先把它拿起来，因为像你这个也是嘛，吃的，我们先把它往里面走。如果你家有很多箱，你可以同步进行，比如说吃的跟化妆品，就可以同时分两个，手上抓到什么就往那个箱子去。怎么约莫有点虫虫家的影子？开始痒了吗？鼻子有点啊。吃的数量大概是长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数量，然后去找寻来帮他收纳的东西。那我们为了小优的疑难杂症呢，我们帮他准备了很多像这样子的收纳盒。我打算这个比较大的，我会拿来做一些头发造型类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些发胶啊或者什么的。然后你的这一盒呢，就可以做一些脸部的。然后我们在整理收纳盒里面的东西，跟我们要让他去的地方。脸的 spray， 这也是头发的，这是洗澡给我放这里。废品，这要气死了啊！这个是什么？空的，东西已经多到把酒都看无了。哎、欸，它粘住了，这是吃过的、啊，开过了，是不是有点发霉？对，真假？你自己看，灰灰的结块，灰灰的。哦，请问一下，这根还会用吗？这根会啊，拿来化妆吗？粉底。你有看到它上面长什么样子吗？这根还要画，这根要2000块。哈哈大赛，一口气看你能笑几个哈，凭此卡就可以报名参赛。有观众朋友想要报名的吗？这个是真的，我非常真心推荐的，因为这个很适合什么？台面上的陈列，也就是说，台面上的陈列就是你不会找不到，一目了然，你会找得到，你会知道它在哪里，所以你还是需要就是比如说眼影类，那你就找我只要找这一区，那东西它不会不见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它七根粉饼，这边我们就收了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这边收11个。小优，我现在需要你，你每天都会用的是什么？Oh my gosh！ 真的，你在从里面给我变出这么多东西来。你帮我看一下，你每天都会用的是哪一些？这个好处的原因是这样子，是说，因为你每天都会用，你保养就在这里，所以我会把你会用的这些化妆品，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底下，它刚好可以放两层，是这样子，所以你放好，它就会是长这样。哇，它就会是很疗愈的，对。那我现在只是稍微放，不然我其实会把它摆得更整齐一点，都看得见哦。你洗完脸就回你的房间，
放在这个地方，每天都会用的东西，然后就会在这个底下。大哥，你甲看一下。手机在哪？我要拍一下。蜈蚣你。啊？这双比好。这双不要闹了，这双。我要丢掉是不是？凹抖嘞。我都被昏倒了，被凹抖。对，凹抖了。丢了，这双真的好不好？拜托，算我拜托你。你知道小优有一次跟我出外景发生什么事吗？他从游览车一下来，他高跟鞋整组脱落，然后他就这样子一拐一下。我说小优这鞋放多久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我有一阵子没有穿。呼皮呀，呼皮啦，呼皮了。不要。枯萎的玫瑰，还有空袋。啊，来跟我聊聊这朵是什么？漂亮的这个招财的，上面都是灰尘。招财区我们先放在这里，招财，我们等下放在这个上面。空的，我的运转、啊、超快。我招财猫是小队，我每天都巡，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动？对，好、哦，小优，这都很固定。我记得有一次的确是坏了。像黄色的，这只也是。有啊，哪有？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小水姐，你劝劝他啦、啊！这几只坏猫他都不丢。坏了，你还要聊？那手都歪了。都要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对啊。招来一些不好的。你还嫌你卡的不够多吗？看起来那么沮丧，你还要留着他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坏的，我不想丢它。坏的不要了。买很多药啊！坏的不要了啦，真的啦。然后再买新的。对啊，你工作一直来的时候就可以换了啦。电池先拿出来。你看它有多节俭，好不好？你冷静。可爱的。你生气点，你要浮动才要买新的。舒舒服服。你还好吗？现在时间是几点？现在晚上10点多了。我们从早上10点半到现在，还没有收完。而且不是还没收完，是没有镜头，很乱。各位。Oh.今天要不要睡这里啊？今天要不要睡这里啊？这里大概在几个小时前我们已经整理好了，怎么现在又这样子了啦？源源不绝，源源不绝的，而且它是每一袋小袋里面一定又会有一些粉饼啊、耳环啊，然后零钱啊，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，今天大概重复了100次吧。Oh, 我刚刚整理了十几个化妆包，里面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它都不丢，然后我们整理好一遍，然后又出现。等一下你要叫他断舍离，不然我真的会杀他。这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我刚才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小优，这耳机要放哪里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好，这我先收着。”结果过没多久，我又在同样的地方找到他了。收去哪里了？到底？乱发，又不是，好可怕！好，你可以讲，好，你可以讲点话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嗯，内脏没有力气了，连整理师都抵挡不了。对，哎，好整理，我这种文件啊，要放哪？而且他刚下面居然有一包猫饲料，我不解为什么猫饲料放更衣室里？说明书哦，合约跟说明书，这个我没办法丢，我已经去无存金了。他现在问我们他重要文件在哪？对啊，要放哪里啊？跟我说要放哪。这位苦主，你刚刚整理了几盒？整理了大概300张发票吧，有99%都是过期的，已经没办法兑奖。都是去年的，为什么不清掉呢？就是在这个月，我绝对不会说是在哪里了。去年发票乐，过来看。我本来已经说好的粉饼，好不好？粉饼。在哪里？本来是这样子哦、喔，来思佳姐哦、喔，你原本是走这样子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两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全部都是后来生出来的，全部，那么多都没拆，但是完全堆积在。等一下，这个又是什么鬼东西？视频我刚不是才收？
哪里弄出来的？发卡啊！超绝望的。哎，讲真的，朋友，你弄个二手拍算了啦。那些手机壳，手机壳，但是不到啊。但有的很脏哎，想说很脏就丢掉。好，我可以丢这个，那个早就应该丢了，好不好？丢这个，还有丢，还有丢啊！小兰要丢吗？好了，小兰这辈子不会再用了，脏的都丢了。啊，这个狗到油那个什么油花，三个丢掉，丢掉啊，丢掉，完全没有，丢就丢。小优不一样了。2022年能否寻觅到新的桃花？如果有，结婚那一天，我跟完美研究室做主桌。哦，欢迎光临！哎，人模人样的小公主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欢迎来到这个小公主的豪宅。来，终于可以用好，以前是豪宅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香香的侯整理有没有香香的？跟我旁旁，来，我们先来这个客厅的区域，先看一下。差超级多。如果你们忘记它有多乱的话，来，请看一下 before 的画面。before 的画面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桌上堆了一大堆东西啦。对。然后有的没有的，然后金鸡母的地方整组被压缩，放了一堆有的没有，现在没有。我们还给他一个漂亮的空间，所有招财的小物跟宝物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出去的这些车子什么的、钥匙什么，我们全部都在这边。那些杂物他们去哪里了呢？各位，因为我们是这样子扫到沙发底下嘛，我们没有。来，大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本来的鞋柜原本放什么？小优一大堆莫名其妙打开就会走山的鞋子，都在后整理，原本有多可怕，现在有多干净。哇！出门所有要用的什么酒精啦、口罩都帮你分门别类的放好。真的，雨伞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雨伞啊，酒这个消毒箱，还有你的拖鞋，反正越常用的就在你视线所及的范围。真的，这个才是玄关柜的作用。哎，真的，而且出门可以依照衣服，然后再选那个颜色，有没有口罩的颜色？以前是不是拿到就用？现在这个柜子真正可以用，真的。而且各位，我们还有空位哦。还有哦，我们还有空位哎，很惊人，好不好啊？吓到。对，我们把这个柜子收完来了之后，我们直接来到客厅。原本的电视柜该丢的都丢了，自恋女艺人的一些什么照片呐、因为我很怕有人进来不知道这是我家。枯萎的玫瑰花，空袋子啊，什么一堆，就是很可怕的东西。然后我们连电线都帮他重新走过，电线都走好了，电线我们全部走过一些一大堆。哇！药品柜、杂物箱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所有的药，然后还有你的电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用这个收纳盒来做一个这个很好的整理，甚至朋友要找你都可以说电视柜右边抽屉一打开，对对对，右边第二个变得很明确，然后再来是。我们还是有帮他做一个香氛区，为什么财位的地方要香香香香的香香的？哦，这个空间要明亮，财神爷才会找上门，好运才会来嘛，对不对？是。看完了这一柜，来，我们继续看隔壁这个立谷区，立谷区。好，因为猫咪都会在这里，对，以前会放在厨房，有点。人跟猫分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全部都在这边。有时候会不小心拿到立谷的零食，对，它的零食，它任何东西，它的用品全部。都在这一区，原本这个上面的空间是放一些没有在用的，很少在用，就是小优想眼不见为净的东西都锁在这里头。一些对礼盒啊，有的没的啊，我们现在把它做成，非常棒，我们把它做成这个空间。为什么呢？首先要先说吼，不是每个电视柜都适合拿来收纳鞋子，对，侯正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。的原因是因为这算是小优在空间公共区最大的空间了。对，这个收纳盒跟我们刚刚底下收电线的是同一个，它本来就是拿来收鞋子的。它的好处就是让你一目了然，所以小优现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鞋子在哪里。对，我就比如说我要穿那一双，我就知道在第二个。对，然后它前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拖出来的，所以你是可以这样子把它拉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推回去。鞋子跟鞋子当中也会保留一点空隙，所以如果小优怕会有味道的话，他可以在出门的时候一样把空气清新机拖来这个地方，对，然后开着把它打开，做到一个除湿除臭的味道，因为你这边本来就有一台空气清新机，真的，对，所以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方式之下，我们把它往上投一点空间，反正这个地区本来的也是它的囤物区，对，
我们记不记得那个被东西淹没的餐桌？原本是完全没有空位，是餐桌变成小优的用餐区、化妆区、保养区。我们不是因为做效果把东西全部收起来，对，或者是把它们全部就是塞在哪个空间，或者是堆在哪里，我们没有。我们真心的把桌子收了一半，是收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你给他越大，他就想办法给他放。没错，然后大家会发现，可能现在会你还在适应当中，有点突兀。是我们现在把麻将桌稍微放在这个地方。对啊，麻将桌就在这里。其实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你原本放在你的更衣间，我的更衣间，它压缩了很多你的空间，它就是变成我的挂衣服的一个空间。而且其实朋友来打麻将会在客厅，对，客厅，其实我都要把它搬出来。是，所以你其实这样出来，我觉得比较快，就刚刚好。来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我最喜欢的零食车哈，小优什么都有，因为我很爱补货，我有一种就是很生怕自己会饿死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当你看到它这么满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种满足感？很满足，我满足你囤物的感觉。可是只能这一车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到这车的时候，你会很想吃它、对对对对，因为它看起来、很想吃而且你可以早上起来说再来这样，我要吃你咯，再来吃你咯，你会有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前是要吃 B 要吃 C 了这样子，以前是随意的抽，对，再也没有随便、真的，人生有仪式感，有过程，有流程。对，然后底下有没有朋友来要吃东西来？小优，小优上菜有没有？来上菜，对。是要提 coffee or me 是不是？然后要空间的时候，他可以直接去任何一个角落，可以，那是任何一个角落，去客厅、去餐桌，对对对对对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要用对的地方。其实这个蛮多人会买的，对，我还帮你的 Dyson 找了一个家，我真的很觉得很棒，这个价格，各位 Dyson 有家了，他站起来了，这 Dyson 的价值，他不上墙，所以他可以充分的移动。再来是因为它的电线走线，我们在锁这一片上去的时候，后面都会有留线的空间，对，所以全部一体成型，你不会看到一个线在外面拖，它都藏在这个板子里头了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小优要取用的时候呢，它现在都在充电咯，它已经在充电了，放上去就是充电了。对，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把它这样子拿起来，它就可以直接使用。然后所有的刷具刷头都在这个地方，一目了然。但是还有个地方我也想要小小的展现一下，就是本来我那个很乱七八糟的这边，你看你看，他现在会现在会开始秀了，想秀，哎呦，你看你看，哎呦，拍手摆好好，我觉得这边很棒哎、来来来来来，如果有客人来，我就说要不要来你自己导览，来你自己导览。外面那边是集齐品，今年就会过期的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放比较久的，还有上面也是我的保健食品区，但是一打开也是一目了然，很棒。我现在就会想要客人一进来就说要不要来参观？你看这边是一个参观区，这个。才是我们帮你做改造的目的，对，要让你开心 enjoy 你的房子，你的生活的，这才是你应有的一切，有自信了，对对对，你这就是卡到了嘛，请进、请进，愉悦的声音，哇，不好意思，哇，的房间名字放这里才对嘛，这里放客厅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男人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跟想起来才不会忘记嘛。知道我叫 Iris， 没有的时候你卸了妆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谁啊？对不对？晚上早上不同人呢、你放这里才对嘛，是我才不会忘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放在这边啊，招财香香的桃花，对，一定要桃花树，我的香氛，对嘛对嘛，这个地方。这样才对，漂亮的床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眼前的美景是什么呢？来，大哥，我们帮他做了一个饰品区。这个本来上面我真的是已经不知道它上面在放什么鬼东西嘞、现在完全就像是一个精品展示区，而且还有个镜子，让你戴上去的时候可以照一下。对，没错。今天配这个耳环好不好看？戴哪一副墨镜？戴哪一副墨镜？手环、这些东西都帮你放得好好的，你可以品项多，对，但是一定要看得清楚，对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盒子，我本人是非常的推荐。真的，因为以前会想说啊，眼镜啊，就这样放在那个眼镜包里面，一个一个这样放，然后你还要打开去找，对，真的就是要这样子用透明的，有没有？而且它好取用很方便的，就可以这样子，真的，有没有？什么眼镜都可以放，然后你还可以放一些唇蜜，是唇膏，任何长条型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收纳跟整理方式，可以直接放，横着放都可以这样。透明的展示盒，其实我自己蛮常用的，对我自己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一目了然。因为我们东西多的人，如果什么都盖得很清楚，我就要一个一个这样，真的捉迷藏找不
不到，好不好？高度很刚好，是高度很刚好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这边他如果想要，可以再有一些层架、层板的收纳、如果要的话，哦，对，那边也可以。其实是可以，但是那是以后。但我觉得以现在的这样的状况，我觉得蛮好，因为我们对啊，留空的区域。还有50%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是很棒。然后底下可以再去收纳一些，比如说眼镜盒，对，比较一些杂物区，比如说包包的收纳袋、防尘袋的一些东西，比较私密你的东西，对，就是把它藏好。自己是喜欢的，我很喜欢，而且就是起床你会有一种啊。就是女明星啊，没有，而且就是下床那个打扮变成一个仪式。就是比如说你再买一些首饰盒漂亮的，它都可以放在，就很想要挂在那边。然后我觉得像这样子，就是会挑选耳环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哦，很像在逛什么店，今天要用什么心情，然后要戴什么耳环，对，什么事情都不将就了。对，因为以前只有这个，我只找得到这个，我只看得到这个，我就只用它，只会用。掉在包包的那几个耳环哦，今天有戴这个哦，这样子。今天我们就是要今天要，我就是要用它，没错，对，太棒了，都摆出来了。小优的房间已经让哇，是上面的这个收纳区，上面也是都有收纳。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树林王妈妈说上面是不是很乱？还有板桥的林小姐，来板桥林小姐说不相信，说我们都乱放，以为我们乱放，这都是经过时间的淬炼的。来，先看一下右边。每个还有贴小标签哦，洗发精的备品啦，沐浴乳啦，洗面乳啦，备用面膜啊等等的哦，都放在这边了。或是睡前想要用一个这个哦，敷眼睛的也可以。隔壁以为只做一个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哦，拜托，都有放好了。香氛区有没有？我最爱香香了，一些朋友送你的香水啊，有的没的啊，蜡烛啊，全部都放好了。太棒了。是不是以为还没有？还有，对，我还是算是个小文青的啦。如果睡前睡不着，今天有点忧郁的话，来看本书，所有的东西小优都很幸运，因为他真的有参与这一切改造的过程。我现在都知道在哪。对，然后现在他真的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是的，他之前比较像寄生虫。还剩一间，什么东西都在那里。我跟你讲，更衣室真的是节目的高潮，啊，是不是？它摆这是黑洞。我先跟你们讲，它原本那一间是什么更衣间，根本是拾荒老人区，该丢的不丢，新旧不分，全部杂乱在一起。哎，真的，而且我经由今天这个完美研究这个节目，才知道我真的有囤物症哎。你现在才认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在整理那一天，然后他们说，哎，你真的囤物很严重，很严重。原来我有来。我们就来看看一个女明星真正的更衣室该长什么样子。崭新的为您揭晓我的更衣室哦，我好紧张。你看，干干净净，不会卡到了，之前会卡到我的麻将桌。各位，你看一下这个空间，我看这边跳瑜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你真的可以在里面做瑜伽，真的化妆。台，这才是应该长这样。女艺人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啊！我们一早起来哈，保养品区，镜子，刷具盒，没错，这个我最喜欢。当初姐帮我挑这个，真的好适合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口红区是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连我们的抽屉里面，抽屉也不马虎啊。对，我们抽屉里面也是放的干干净净，你看气垫、粉饼这些东西，腮红区都不会找不到，真的。那个大哥，等一下带我们看一下这两边我们帮他做的一些收纳区。好，好，来这边就是这个我们的保养区，从上到下是长这样啊。右边呢，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妆区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有两盒周年纪念限量款？你给他冲冷盒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也是听到限量款，绝对就是下手的。哇，限量款一定要，尤其是女人，我最大的。因为我本身是女人，我最大的忠实粉丝。那真的，它里面呢有两种面膜，然后有保湿面膜、奇迹面膜，然后还有像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保湿棒，可以随身携带。还有一个是只送不卖的哦，然后也是我们女大研发这个氨基酸洗面膜。氨基酸洗面膜好，但是如果要讲。
这次让我屌屌的就是这个奇迹面膜。奇迹啊，它里面是那个温和的果酸萃取哦。对，然后我还是建议啦，大家就是买到这个面膜的时候，第一先是在你的耳朵后面做测试。哎，它果酸其实油肌也很适合。是，我跟你讲，油肌的人你大概一个礼拜敷个两次，然后呢，像我本身是敏感肌嘛，我会建议说一个礼拜我就是敷个一次。我自己也很爱敷面膜，服帖度很重要。因为它的这个面膜布呢是有特别的技巧，它是有动动的织法哦，对，然后会呼吸，对，会呼吸，然后它会把这个精华液呢饱满的吸收在里面，所以你啊，有精华液真的很多啦，精华液很不要浪费，挖起来，哎，你不讲啊，好像。很像没第二层哦。对，因为它这个精华液全部在上面的，然后呢，像你这样子吸上去，哦，你就感觉到暖暖的那个水注入到你的肌肤，它的包覆性很好。对，因为像我这次也是前阵子比较累一点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，皮肤都会长那个小疙瘩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里面又会有那个温和的果酸，帮你做一个有没有代谢你的老废角质，然后精华整个吸住，整个吸上去，上去敷完以后啊，你那个滤镜就像是自开滤镜，会有种柔焦感。哎呦，真的是奇迹哦！有没有奇迹？哇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太多，还有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才随便用一用而已。哎，你刚那个已经在滴了，对，已经在滴了。我这个时候就拿来敷脖子啊，对，然后手啊，不要浪费。两个面膜已经这么好用，然后你刚说就是它是呢急救型的万用保湿棒，就是像是我们眼周如果突然觉得啊好干，可能妆今天有一点不服帖的时候，就给它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上上去。它不油，而且它整个是就是，哎，你这样伸过去，它好润哦，就水润起来，它帮你就是把精华锁在你的皮肤上，它好润哦。对，我有时候也会敷完面膜，再加这个保湿棒，给它这样子两个加成。它好润哦，整个很水润，有没有？哎，对对对，你太聪明了，我正要讲，因为我之前啊那个出去防疫期间。常常喷那个酒精，对对对，你知道了吗？手变超级干的，手边都在过敏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指缘油哈，然后擦上去，然后像是我的那个手肘都可以，都可以擦。对对对，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女生穿凉鞋？对，哦，那天夏天，小后跟阿内美赛，还有桃花都走掉了，中间真的干干的，马上从包包拿出来，赶快擦。真的，这支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这支真的是买到赚到，哎，好好用。用全能保湿棒真的好好用，再给大家看一下限量哈，来周年纪念限量款二十周年哦，都可以做这么久，欸，而且再不买就没了，而且做这么久还可以这样子这么棒，二十周年好不好？来各位。喜欢想要买的朋友，哎，我们的这个 APP 上面都有一些，可以扫一下，好，可以扫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搜寻一下“女人我最大周年纪念限量款”，太棒了！谢谢小优的推荐，我抢到了，也很喜欢。真的真的，来，观众们在下巴惊掉之余，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小优的空间，这一个小空间困住你多久？对，你有没有一度想报警？忍一下就过了是不是？而且你知道那天整理到半夜，然后一直有电话打来说，啊，到底要不要回家？侯正义的家人很担心他的安危，家人担心他，说于普的女儿也在想他，妈妈四点了还没有回家，还没回家，可以走去小优家玩了。只好发现动自情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，但是这一切的痛苦，只为了成就你更好的未来，没错，是值得的。你要知道。没有一个节目会这样，哎，真的没有啊，亲为，我们真的要先给这些工作人员一个掌声，真的是要热烈掌声，因为哦，讲真的，他们没有必要做到，对，真的是为了这个节目的奉献，然后。真心希望真的更好的，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看到我现状来问我说，哎，他们真的帮你整理到那么完吗？还是那个是做过的？怎么可能？哎，真的，而且我是很拍死的，想说我把家用那么乱，让他们来熬夜，拿几个披萨想打发我，还要永和豆浆，你至少要永和豆浆，送一个限量礼盒才合理吧？我叫货，因为太缺了。一个叫你一个，哎，我们工作人员等一下算好哦，一人一盒奇迹面膜，对不对？一人一盒限量，你要不要打发我？我扛，对，来，我看一下柜子，观众朋友又说，一定藏在柜子里面，一定不可能那么干净的，不作假，真的，我没有在作假。天哪，打开了，这是小优的啊，哎，我觉得最棒，白色颜色，然后有袖子，无袖的。
我们柜子的每一层都可以看的，就没有雷区，没有不雷的，不雷的，好不好？每一区都是哦，你看看，精致到不行，他视频有多多，真的。制作人亲手帮他整理的，一个一个帮我折、哦，一个一个帮我放进袋子里，然后呢，耳环这样去无存精的帮我找到另外一只，我原本有都有剩一个了，要怎么说？你帮他配对了，真的，而且我要谢谢贵节目，让我找到我失踪已久的香奈儿，原本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找到行照。对，找到香奈儿，香奈儿，我一度觉得我家人偷了香奈儿，还找到很多流离失所失散的鞋子，因为这次的节目整理，你人生再也不会找不到东西。打亮了，开亮了，好不好？开光，好，来来来，请放好，好的，好，我继续往下面。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些柜子以前都是不能打开，就是会卡住啊，会卡到影小可爱区，真的，观众朋友到这边都在报名的，我们没有要接这种 case。侯真理，侯真理还有空吗？侯真理，全部要。加价，要加价。侯真理，他人生级爆满的电话。侯真理本人可以做，我这团队要休三个月。他们说近期不想再接这个企划。来，裤子区，真的，袜子区。你看看你一个人几个屁股，而且还分颜色，深色、黑色、浅色这样。这边还有这种针织的、厚的、裙袜子，放的好好好，好感动啊，真的要哭了啦，真的有点想哭，真的啦，你看看啦，全部啦。以前记得自己有这么多裤子吗？我不记得，我还一直买哦，哇塞，都找不到，对，我的柜子是黑洞。第一家是黑洞，我们这个门打开的时候，它现在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帽子区对不对？对，帽子区。好，它底下会有一些，比如说 new bra 区啊什么的，都是可以做一个抽取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哈，我们也是有都帮他做好了很多裤子区，小优很需要穿裤子，还有牛仔裙，有有对牛仔裙一堆大堆，然后底下哦还有矿物短裙的部分，短裙短裙女艺人要露腿，没错，很多短裙很多下半身，接下来就是夏日的比基尼啦，比基尼来了。太棒了，太舒适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区真的看了就很清凉，是不是覺得很想去游泳啊？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了另外一个迷之角落，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酷。来，因为我这个鞋子部分，其实当上门来我家，我鞋子就是像那个前面的那个鞋柜嘛，都乱塞乱丢，就那一条摆不下的，我就是全部都放在什么纸箱里啊，从来没想到可以摆成这样。这种层板的好处是说，因为小姚这个房子是自己的，所以它可以粘在墙上。那有些人可能是租屋主，就你在后面的背胶可以稍微去换一下，换成一些比较不留痕迹，像什么书院的那一种，那个就 OK。对对，它其实会很方便，它可以跟着你到处走。对对，就算你搬去了一个新家，它也可以这样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一个小 撇步， 就是说。因为你上通告，你可能会穿球鞋出门。对，高跟鞋去现场换，带高跟鞋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帮你在这个后面挂了一个，还摆了一个袋子区，袋子区，所有的收纳袋。我就啊，露营的露营，然后我今天穿着双这样子，然后回到家，回到这个空间，鞋子放好之后呢，这个袋子我们就不会动，因为你平常这个门是关，是打开或关起来都可以，所以我会把它放在这边，你就不用再另外找东西来装，你不用再跑去那里拿，哎，真的，所以说大心哎，对，这就是一个动线，是，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从房间走出来之后，坐在这边化完妆，化完妆之后转身挑衣服哦，今天要穿什么？选完了包包，我们去拿饰品，因为出门才带饰品。对，然后我们转身，今天录影要穿什么鞋子？拿好，出去门口拿口罩。回到家，回到家也是一样，东西先往外面放，酒精先拿出来喷，东西拿回来收纳，放回去整理完，全部饰品摆回去。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每天的流程。你以前不是说过得不对，应该是说。你没有想到其实可以更简单，真的方便，也不是不能过，那也是一种过生活的方式、啊、以前我回家就是一袋然后丢在地上，然后明天再去找里面有什么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来看这东西，并不是说啊，那我就是一定要打造成，你要去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改变本来就是一种升级，它需要时间、真的改变是升级，它需要时间，它可能是痛苦的，前期很痛苦，可是你升级过后，你会发现武器更新，装备更好，战斗力更强，更喜欢了，就可以去打更多的场子，真的
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潜能是无穷。对，怎么这么好玩？然后你就会开始找寻更棒的收纳产品，而且会很怕弄乱，就觉得这样就有成就感，把它摆好有成就感了。维持，我改变了，我不是小优了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完美研究室做这一集最想要看到。跟听到，这就是你的成就感，对不对？看到客户有所改变，自以为是，真的，我不是小强了，我可以，你终于可以放心的约人来你家了，可以了，有桃花了，可以约男生来了，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有，而且就算就是前几天我朋友就说什么要约我唱歌，什么说不要，我比较想回家。你看，你看，会比较想回家，我要哭了，因为比较舒服。啊、有你这句我们就值得了，所以观众朋友来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看完这一集的感想，有没有什么想对小优说 的，有没有什么想赞叹侯哲理，感谢我们制作单位的感叹，底下留言跟我们热烈的讨论起来好不好？至于抽桃这件事情我们是一定会做的、哎、我们请全民监督这个企划，先跟他预告暂时不会再做，对，他们说今年不会再接这个 case， 没没没没太累了，除非 Sugar Daddy 也妈咪哦愿意赞助我们，有金主哦、嗯、那我们前来就干好不好？就这样、哦、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完美研究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真的 K 笑了，而且我也 Happy Birthday 头上。